忏悔呢，就是洗涤一切过悔。人人啊，咱都爱有一种的期待，自我期待，期待咱的心爱日日新啊，过日新啊，这呢叫做愿生是忏悔，咱爱家己立愿，难免呐。而且世间凡夫事啊，烦烦扰扰，哪会讲心无烦恼呢？同款是有，但是呢，咱家己爱时时发心发愿，把咱无欢喜的烦恼，逐天每一个时都爱甲伊去掉，安尼呢，叫做忏悔吼。那洗好清净，再个重新来啦。忏悔都是甲旧的清除，那才会当甲新的建立。所以，咱来忏悔，了修定诸烦恼啊，安尼所生的功德呢，才会当生生世世继续了心通。什么叫做六修？六修的意思呢，就是领修。人一天的中间，一切的人事物中，咱六根对六尘境啊，咱呢，都这个意识的感受，这呢叫做六修。应该安尼讲，大家人会当好了解吧？所以。六修呢，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行、坐、坐、卧、语、默、动、静，这呢拢无有离开呢六种的动作，绝对无离开根对尘呐，绝对无离开呢咱的意识的感受，这呢叫做六修。那六根甲外面的境界，这拢总是咱心灵上啊所受的。所以咱也常常在讲烦恼啊，烦恼，烦恼对倒来呢？烦恼呢，就是对这个根尘无离开六种的感受吼、哦，所以才会常常顿接烦恼的咧。要学佛啊，吸收佛陀的教法，咱必定呢爱先甲六修啦去除。所以咱若会当安尼，才会当生生世世继续六神通。为什么叫做神通？神就是天心，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心啊，会当通通达一切。过去的人都改名称叫做天心，通呢就是慧心。所以讲，咱的心无去互凡夫啊。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吼，未去予伊安尼家束缚着，所以呢，伊会当好通达，不管是天地万物的代志，拢会知影啦。所以叫做心通，通就是慧，咱的智慧，有了智慧啦，咱。无事不知，无物不识，吼。所以呢，每项的事物啊，咱拢会当分析清楚。哪怕是咱日常伫咧食的饭，哦，有个人就讲，
饭唔好食伤济哦，因为内面呢，迄、那个卡路里伤高，食伤济饭啊，会过胖啊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啊，真侪人啊，都唔敢食饭哦，变成了营养不良。这呢，虽然是知无唔对，米是人人生活中所需要，会当维持咱的性命。那是吸收过度，当然有迄个淀粉会互人呢较发胖哦。为着安尼呢，就唔去家食，所以呢，变成了营养不良。安尼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哦，敢若知影讲一项，所以就变成偏气啦，同款的意思啊。咱慧性，天心慧性啦，这叫做神通。大行拢会知呀，但是呢，最惊的就是讲去害偏颇。看看偌济人啊，那修行啊，动不动就讲我已经得到神通了，这呢实在是爱真注意。其实神通无啥物啊，只要呢你的精神专注贯彻啊。那自然呢，事物无碍，所以惊的就是心散乱，心哪会当通归一，自然啊就无有障碍啦，安尼就通咯。看到一节的新闻啊，就是讲一只狗啊，伊的主人行动无方便，所以呢，伊会去到迄个提款机的面前啊，伊会甲这个卡录落去，然后呢，甲主人的迄个密码拍出来，要领偌侪钱，钱就出来了。伊领到钱啊，提款卡安尼加咧呢。安尼送到主人的手中去，您讲这是不是神通呢？唔只是人会有神通啊，连狗啊还是同款有神通。啊，这种的神通呢，就是训练出来嘛，咱就会当知影众生平等啊。这个心形虽然无同。伊是狗的心，咱是人的心啊，其实呢，灵性同款，所以佛陀啊，也《本性经》内底，或者是《阿含经》内底啊，拢嘛是有讲啊，象啊、鹿王啊、狮王啊、孔雀王啊等等呢，这真多的动物的形啊。虽然现身在畜生界，但是呢，伊嘛是迄个灵性啊，真通达人性哦。所以呢，嘛会讲话啊。这佛经的内底，这安尼，敢是神话呢？啊，咱过去嘛是常常听到啊，听到教救主人、教护主人等等啊。这拢总是爱训练，所以咱修行啊，就是亲像安尼伫咧训练。啊，训练呢，就是爱专心贯注，咱来专精神贯注接受训练呐。修行甲安尼共款哦，咱那是精神无统一啦，咱听话都听袂入去啊。那有法度，通我依教奉行呢？或者是呢？咱的心未转呐，现在听，真紧都袂记哩。咱若袂记哩呢，失去这个记忆，
功能就无啦。所以，咱应该爱用心，才袂去互伊袂记哩。佛法呢，本来就是伫生活中，只要甲咱开启一道门啦，咱照这个门入去呢，那都伫面头前啊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六神通，意思就是精神贯注啦，那开启智慧，这叫做神通啦。那么第一呢，叫做天眼通，也就是讲，会当见六道众生啊，四处生彼啊，苦乐之相，参加看到世间种种的色彩，一切的形形色色啊，一点啊都无障碍。这安尼叫做天眼通。天眼通呢，伊会当对六道的众生一切的形态啦，伊呢无不看未到吼，完全拢会知影，会当通了解。第二呢，叫做天理通哦，那就是讲六道的众生啊，迄、那个苦乐忧悲苦恼等等啦，不管是语言、音声，真呢拢听会到。有的人真聪明啊，听到人伫咧讲话，伊就会当然分析啊，这个人伫咧讲话是有蕴藏着伊内心的苦难，讲着真欢喜的话，这是言不由心起。有的人呢，听到就听会出啊。所以啊，这咱会知影天理通，就是用心啊，听众生的声音，唔只是听人的声音，嘛会当听其他众生的声音吗？孔子在世时，伊的弟子啊，公鸭着，他呢就会当头听鸟啊的声，鸟啊伫咧讲话的声，因伫咧对答的语言，听有啊。迄当阵是有安尼的人，近代嘛是有安尼的人啊，伊呢？把心静下来，也当通达呢其他众生迄个发出的声音，应该呢每一道的众生啊，每一类啊，诶，这个生命都有伊的语言通达的声，但是呢，咱凡夫啊，只敢那听人的声呢。有真多的语言都未通咯，日本话多数的人即马现在拢嘛未通较多，那少数的人呢，啊，就是有去读过，也若无呢，就是老一辈的人，所以呢，年轻一辈呢，不管是日语、英语、德语，哦，真多的语言呐。咱都拢总袂通咯吼，干那人的声音都袂通啊，要安怎会当通通六道众生啊？苦乐游戏语言等等音声，实在是呢，无遐简单啦吼。迄嘛是爱有充分的智慧啊，但是佛陀呢，就是要甲咱讲，绝对是。无有无可能的代志，绝对是有可能啊！凡夫要成佛呢，绝对是无困难。就亲像迄只狗，一只狗呢，你若无用心去教，伊哪有法度通去拍迄个密码呢？教咧呢，两款卡藏伫两款几领钱的过去，安尼甲伊藏落去，这呢？那不是经过训练，哪有可能呢？所以佛陀呢，就是叫咱爱专心贯注，自然呢，就是心会啦，意通啦，吼，那
这叫做心通啊。第三呢，就是他心通，唔只是家己的心通达啦，那么应该爱去知影别人的心啊，到底是伫咧想啥物？哦，那智商较悬的人，看人就知影伊心伫咧想啥物啦，啊，就知影伊的习气是安怎、习惯等等的，伊会当家己分析啊。讲真呢，对方就知影，伊还阁有两三五六爱讲的，所以呢，这叫做他心通。再来叫做宿命通啊。有的人就知影讲，我唔止干那知影你现在，我还阁知影你的过去，知影你的未来。所以啊，这呢叫做宿命通啊，知影家己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甚至知影别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呢是不是有困难？其实嘛，无困难啦哦，只要用智慧啊，好好呢去分析啊，过去是安怎的因啊，现在得到什么的果嘛？我现在应该呢，爱来做什么因啊？我应该知影我将来是什么果报？只要呢，咱起一念的信心啊，专心贯注啊，无事不通啊，吼！啊，这嘛是叫做宿命通。咱卖去个想个遐尼只神呐，吼！佛陀的教育就是爱咱好好推究过去，那知影现在，注意的未来，这呢？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咱应该呢爱有的吼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心如意通。那心如意通呢，就是讲咱会当要去倒位呢，都无障碍。即嘛呢，要飞行嘛无困难啊吼。那现在呢，要去倒位都无困难。不过呢，这个所在就是讲神通吼。那呢，这种山海无碍啦，随意变现，安尼叫做如意通。啊，敢有这个可能呢？其实啊，有时阵呢。要安怎样，让咱的身躯，什么代志呢？咱都无障碍，咱都爱去训练啦。咱若要坐飞机，唔是飞机来咱的面头前，是咱爱去到迄个所在去。啊，咱若是身体无方便啦，那都爱靠别人咯。所以身体爱顾好，养起来，什么代志呢？无事不办。看看咱伫个环保站嘛，偌呢多呢？哎呀，环保菩萨啊！看看因，有诶巧骨会当做甲直起来。伊也讲，这哪有可能？但是呢，伊都已经有可能啦。未惊伊会当人放乖啊，安尼行出去，安尼是毋是神通呢？这个神通呢？到底呢是对到未来，就是用心训练，这原来都有的啊，咱人人原来都有啦，只是呢，咱故无用失灵啦，啊，因为咱凡夫啦，所以呢，心的神通呢已经失灵去啦，唔是无可能，只是失灵啦。那亲像天人呐、啊，他呢就会有这种的神通吼，心的神通。不过呢，咱人间呐、啊，咱好好顾好咱的心，身心端正呐，咱到多位都通。亲像咱住者，我也多位唔捌去过，不过大家人呢，
就知影哦，主祭啊是安怎起点啊？伫迄个所在，因开始应用啊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唔免去，真侪人啊，因都会做我想要做的，爱我想要爱的人，展开双手去拥抱苍生啊！看，我虽然拢伫台湾，唔过呢，真侪人啊。就是拢安尼替咱去做啊，做真侪个代志啊，搬山越岭拢总有啊，这嘛是叫做心如意通哦。那第六就是六尽通啦、啊，六就是烦恼见思现，遍布伫三界啊。所以呢，咱即当阵爱赶紧好好修持，互咱的这个本性现前，心会当通明亮光明啊，无所障碍，才袂受外面的境界迷惑吼。咱若是迷惑呢，就唔只是对落六道啦，伫三界内底呢，还是同款有烦恼。咱所要修的呢？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种的烦恼，咱都要给弃掉啦。那安呢？咱才袂受三界生死，搁再给咱定调呢。所以，咱既然要学佛啊，就是自愿成佛吼，就是不落三界吼。那唔只是不落六道啦，那还是呢不落三。所以咱爱日日啊，洗涤咱的心啊，唔通予烦恼来遮盖。所以呢，就会逐天就问恁讲啊，是毋是心有清净未？对啦，修行就是要修得心清净，所以逐个人爱多用心。